該啦。今年10月28日咧就啱啱3歲啦。咁佢嘅品種咧就係一隻Tiny Toy Poodle。咁佢爹哋媽咪都喺香港嘅。咁我其實識佢媽咪先嘅。點解會識佢媽咪咧？就因為我之前一隻狗做動物醫生啦。咁佢媽咪係做動物醫生喎。咁啊，佢媽咪好鬼靚，好細只嘅，好 Q 嘅。咁啊，那個狗主成日話：，你咁中意阿 Kiki， 佢媽咪叫 Kiki 嘛。如果第時 Kiki 有 BB， 你愛唔愛啊？咁樣，跟住我話都好啊。如果有嘅，我都即係愛啦。不過到時有先算啦。我其實冇乜諗住再有第二隻。我嗰時有隻13、14歲嗰時咪冇。咁偏偏佢有一日咧 send 張相俾我，喂，你狗出世啦咁樣。嚇！我只狗咁大髀，咁啲我狗出世咁樣。咁現在就係爹哋出世張相 send 俾我。咁佢話呢隻狗就嚟咁，嗰陣時係老鼠咁大隻手板，好肉酸噶，好似老鼠粉紅色噶。跟住我哋佢第五日，即係佢五日帶我哋去探佢，嗰陣時候佢開眼，仲係一隻手板咁大嘅，即係一條蟲咁樣喺我手度。咁跟住我同我男友商量，咁我又見到佢幾得意，佢又第五日開始探佢。咁我差唔多隔個禮拜就探佢，探到佢個零月已經認得我哋啦，即係我哋走已經開始掹啊，開始唔捨得我哋。咁我到到佢2-3個月咧就正式嚟我哋屋企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佢點解叫 Teddy 咧？因為佢大概10日大到啦，咁我開眼啦，咁佢個即係佢個 reader 咧就 send 張相俾我。咁我以為係一隻 teddy bear 嚟嘅，咁然後加上咧，因為我上一隻狗叫東東，咁我想用 T 字排翻佢啲名啊嘛，咁所以就叫 teddy 啦。媽媽需要我按摩佢。哦，媽媽按摩，係啊，要我同佢按摩。係，可唔可以示範下？有啊，咁樣啦，咁樣咯。係，哦，可以按摩下頸先。先按下個頸。其實佢哋啲肉都好緊張，係因為成日喐，係啊，所以咧，即係雖然佢已經係一隻二世祖噶啦，咁但係咧，佢都好 enjoy 俾人見嘅啫，佢因為佢變咗樣，樣可以梳，係啊，嗱，如果停走啦，佢會叫你咧再有錢嘅，嚟咗屋企咧，你一唔見咧就揾揾鼻整你啊，嚟啦，做咩唔整啊？咪快啲啊，咪係啊。按到有時我臨瞓之前去按咯，我話喂媽咪瞓啦咁樣，佢知我瞓，佢就自己行開咯。哦，係啊，慢慢要按咯，晚晚都要。一定要瞓，我明咯。即係手勢好嚟咯喎，喂咁樣咯。二世祖嘛，係佢就二世祖，我係九龍財。
哥哥走啦，即係佢再唔錫咧就冇機會啦。即係咯，咁我就好難忘咯。我始終真係。如果想知道我和 Jenny 的一些生活趣事，或者他喜歡吃什麼，那你就留意貓影通訊了。